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很漂亮哦，这边是很有名的喷水，这边是可以求财求运的，只是现在因为 COVID-19 的关系，从2020年的3月就不能进去了。要不然你以前是可以站在中间，然后享受就是财水喷下来的感觉。那我今天先在这边吃午餐，跟我朋友在那边吃午餐。我们今天分别点这个广元麻辣烫，我一个人今天吃的是9.25元，是含7% 的 GST， 对，这还不包含饮料哦，然后它的汤有很多种选择，有6种选择，然后我今天点的是番茄汤，那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？我们这就带你去看 ，Let's go。这边它是第一步骤是先选食材，再选汤底，然后再加购。然后这边的菜有很多，上面都是菜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火锅料、香菇，然后这下面是肉，然后还有海鲜。海鲜选择还好，没有很多。然后还有香肠 hot dog， 这是竹笋豆腐类，这是豆腐，然后这是海鲜丸，对，这是火锅类。噔噔，然后它本身有这6种汤可以选择，有麻辣汤、番茄、酸菜、排骨、菌菇跟芝麻干拌酱。那你可以加点白饭是1块钱，加点鸡蛋也是1块，然后水饺的话加点5颗的话是3.5元，如果是墨鱼韭菜水饺是5颗4块，另外你还可以点饮料哦。那我们现在在等我们的号码牌，好，现在号码来到38号，噔噔，那我们的号码是39，下一号就要等到我们咯。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它这个是称重的，所以我刚刚是322克，然后有加肉类是番茄汤，所以它是称重的，称重完是9.27元，然后这是含 GST 的费用。 OK， 好，这是我今天点的，然后选的是番茄汤，还有跟他要一个辣椒，然后这里面这个是芹菜，中国芹菜，对，好，先跟大家介绍我里面有什么料。对，首先我选了猪肉，然后笋子跟豆腐，还有2种青菜，对，就大概就这样子，嗯，竹子豆腐，哦，豆腐选2种豆腐，一种传统豆腐，一种是火锅豆腐，嗯，好啦，那就开动啦，吃给大家看啊。好，首先吃给大家看，看看到我的锅底有啊，首先吃一口猪肉，它番茄味很浓哎，它感觉是加那种番茄配手整个一起，然后在这个汤里面下去煮。
豆豉。Thank you.
来喝一口这个番茄汤。它番茄那个配熟味道好浓。我整个这个番茄啊，它里面没有番茄颗粒，所以它这个只是真的是配熟，它不是像意大利面酱那种番茄酱。想吃青菜，我已经好久没吃青菜了。OK， 吃完啦。好，走，我们下一站。好，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Suntec City 的一个结构。那刚刚就是我们在这一圈旁边吃饭，对不对？它这边是就是财富的喷水池，然后它这边有分 Tower 4、Tower 3、Tower 1，然后 Tower 5，所以它这基本上有一、二、三，这样一、二、三，三个主结构，然后围在一个就是喷水池的旁边这样子，对，给大家远远看，有吗？好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它其实这边很多逛的、吃的，然后也有其他地方没有的，这边有的 outline 或者是特别的，像是我上次介绍的蛋黄哥的餐厅，对。可是现在蛋黄哥餐厅好像已经倒了 ，Suntec City 的店已经倒了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逛逛吧。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